是过关者，今麦参赛者村刚当选长，还佫有蔡医师。耶！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等一下要挺这个柚子啦，而且不能掉，然后要走，这太难了啦。黄水，你们，我觉得很难，这个就是要想办法，就是不可能用粘的，粘在头皮上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今天我们的苦主红哥辛苦了，对。这个、对的、啊，这个比较便宜。没有啊，很难。我告诉你，你先放着不动，它就已经会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来看看。不是头也不是平的啊。对啊，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啦，就把里面挖掉，你懂吗？里面它比较轻，它可能会比较好，因为它现在是重心的问题，它现在整个。可是你挖掉，你都底下假装年轻。开个洞挖掉，然后把里面也变空心的。可是你挖掉，它就扁掉了。塞报纸啊。那我要继续放在它上面。哎呦！里面痒！哎呦！我先到哈，拜拜。嘿，啊！哎呀！蔡医师痒哇！祝你蔡医师平安夜。蔡医师，给我面。你手是这样子啊，哈，那个手手部维持平衡的，没问题。我几乎都这样了哈。对，右手高，左手高一点吧。左手高一点，可以。葵葵，你们在看什么？葵葵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说你们在看什么？你自己抓一下平衡，然后往后退。来六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五。哎呦！
有没有很性感？烈焰红，别人都说我安我安吉丽亚裘裘丽，辛苦红人哥了。如果让你亲呢？我就好心疼哦，就会被吓到。他吓到了，嗯，我好心疼。对啊。好，要看你姐姐怎么做啊？辛苦了，你看做演员多辛苦，是不是？其实你跟口红蛮搭的，你画的蛮好的，你看画的完整。你先画了口红，再画个自己的腰嘛，你看。OK， 谢谢。我天生就是画的完整的，你看，没有没有差出来。这个男我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擦口红的天分。你自己想。对。干嘛？猪猪扛走，我的水，谢谢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对，明天见。对。我的那个实体的号。我这样看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涂的蛮好的。而且你没有差出来。对，我本身。
我本身有这个擦口红的天赋这样子。对，今天收工了，就是后面的战友们还要继续拼这样子。对，我没了。对啊，明天要继续奋战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我有没有很性感？有啊。哎呦，美哦！怎么擦这么好？对啊，我自己涂的、欸，很美耶。而且这自己没有看见，我是自己这样涂一涂就上去了。厉害哦！我们背景烫完很漂亮哎，是不是？嗯，很漂亮。有，我告诉你。我要是女的，就没有安杰丽娜裘丽了。真的，所以你现在过来两场。我对啊，因为两场比较复杂。对啊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大家辛苦了。